1996年，我们终于能够第一次直选总统。从那一刻起，国家已经还给2300万台湾人民了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各位好朋友，一样是1996年，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一条路，才从充满威权的界收路，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。台湾人民可以在这里把自己的声音自由奔放传达到背后的总统府，这就是台湾的民主路。不管你是绿的、蓝的还是白的，只要你愿意，欢迎大家在民主路一起上车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要坚定共同的信念，民主路不回转，也不走回头路。台湾不只是民主是亚洲第一，自由是亚洲第一，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个实现婚姻平权的国家。谢谢台湾人民给蔡英文8年坚定的支持，我们留下了世界的台湾，一个世界认识的台湾，世界认同的台湾，世界愿意共同守护的台湾。我也要谢谢台湾人民给民进党8年的机会做事。我们不完美，但这8年来蔡英文分分秒秒全力以赴，蔡英文守住的华人世界唯一的民主堡垒，蔡英文更和大家一起让世界上下台湾。在这里我要深深的感谢，谢谢2300万台湾的人民。曾经支持蔡英文的好朋友们，2024年请再相信蔡英文一次，因为蔡英文相信赖清德，是唯一准备好的人，他不会变换球队，更不会到最后一刻才决定自己是哪一队，他一直都是台湾队。赖清德会是大家最可靠的台湾队友，更是大家最坚定的台湾队长。蔡英文一样，我们支持赖清德。国家因为人民而伟大，我们要不是为了仇恨谁，而是因为你热爱自己的国家，希望国家继续进步，不要再走回头路。投票更不是因为你要教训谁，而是因为你珍惜现在的生活，珍惜8年来我们一起走过的路，希望继续守护民主自由的每一天。1月13号，请再相信蔡英文一次，支持2号赖清德、萧美琴。